像长滩岛啦，长滩岛就是菲律宾的其中一个小岛。那在长滩岛岛上呢，我们这里可以逛街、潜水、吃饭，还有一些很多很多的水上活动啊，都可以都在这里完成。那在前一阵子，因为菲律宾政府要整顿这边的环境啊，所以它有封岛6个月的期间。那最近2019年又开张啦，所以我们就一起去吧 ，Go！我们这次搭乘是虎航的飞机，那虽然时间比较差一点，就是都是很晚的时间去，然后回来的时间也是比较晚，但如果说早一点买的话，我们还是可以买得到，一个人只要3000多块的机票就可以飞到长滩岛去了。等一下我们要去岛上了，我们就是搭 KK Day 的接驳车，它是会先从机场带我们到码头，在码头坐船，然后到了长滩岛上之后呢，还会有接驳车送我们到饭店。这样子的话，一个人是300多块钱就可以搞定。长滩岛前还要先准备签证，而且都是要印出来的哦，还有饭店的资料也都是要印出来的。街道上面没有靠近沙滩，所以如果要到沙滩的话，可以搭接驳车过去。这里的房间它就是有一张双人床跟一张单人床，然后跟一个很大的厕所，还有一个可以直接看到游泳池的阳台。我们现在在逛的这条是地梦。那它在 Station 2这边的路口，那在这一条上面呢，就是有很多餐厅啊，然后逛街的路口。一个著名的地标就是这个摩天轮，因为这边很多小条路，所以大家有时候会找不到，所以会约在这个摩天轮这边集合。 Coco 妈妈是我们在长滩岛最喜欢的冰店，它是用椰子壳当杯子，下面有新鲜的椰子壳肉，上面再放上两球椰子冰淇淋跟新鲜水果。还好椰子的味道哦，椰奶椰奶跟椰奶，快点来吃吧。下面有很多椰肉哎、哇哇哇！我们第一天的晚餐要来吃这个 I Love Pedir Barbecue。那这边的特色的餐点就是猪肉排，那我们就来吃吃看吧。晚餐结束后，我们在沙滩上的商店街散步，这里有很多的餐厅，卖纪念品的小店，还有很多酒吧，很适合我们在晚餐结束后来这边走走哦。榴莲，这要吃榴莲。我刚刚点这个榴莲冰，应该是这个吧？你看，你看，酷哎！我吃这个榴莲冰哎，这味道好重，可是还蛮好吃的。好臭哦！不要给我，香蕉冰怎么样？好好吃，对啊，很 normal， 没有就很 normal。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地方就是
外壁，就是长滩岛最著名的沙滩。这一整条从南到北就分为 Station 1、Station 2跟 Station 3。那这一整条的饭店呢，也会因不同的地方的价格不一样。1、2、3、4。现在就是在长滩岛吃的海面大餐。外壁区。这里很多东西逛。右边就是吃的，然后一排的椰子树，然后最左边就是超美的海边。I love Fullerton。下一集还有更多长滩岛的精彩内容哦，想要去长滩岛的千万不要错过。